好，那切换画面哈。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播放音调嘛哈，那这个音调哈，其实它是有范围的哈，就是我们人可以听到的范围是有限的。那所以如果你上 Google 去搜寻的话，你可以打那个音频，这是声音的频率哈。音频，好，先讲一下音高好了，声音的音。好，那个你查维基百科 WIKI， 这个是维基百科哈，然后给它那个音高的关键字，最后找到维基百科里面有跟音高的相关的解释，所以你点进来之后。在它这个解释音高的这个下面哈，它这边就会有一个频率表，这个频率表，那中央 C 就是中央哆，中央 C 是在 261.63， 就这个就是中央哆，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一排就是那个标准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哈，这一排。那所以 C 就是哆嘛哈 ，C D E F G A B， 你们英语课上过了哈？有哈，所以 C 就是哆 ，D 就是 Re， E 就是 Mi 啊 ，Do Re Mi， 因为我们那边小没有办法精细到小数点，所以你取整数就好，所以哆应该是261，那 Re 就是293哈，261293哈，所以你在你的程式上面。如果你给的是261，那这个就会是哆，这个就是哆。那如果你给293，就是 re， 这样懂哈？那不过好像这程式有点小问题哈，就是它那个时间，如果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播的话，正常应该是。都 0.5 秒 Ray 0.5 秒对不对，正常应该是这样，可是它会一起播，所以它这个时间的部分里面可能有点小问题，小 bug， 那所以变成说我先播一次给各位听，好，它就没有分两次播对不对，所以正常应该是它要播完 0.5 秒才换它播 0.5 秒，可是它好像没有 分开播，所以我们要用手动的加等待时间。对。这样它就会分开播。有没有？所以你在使用这个积木的时候，就是稍微注意一下哈，这个等待时间好像是跨碎的哈，这个没有真正的用途哈，但是它发音还是可以发那么长，只是。他发了音之后，他直接就跳到下一个，所以就直接执行下一个了。所以我们要用那个时间把它做区分。这样就可以很正常的播哈。好，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查哆来咪。刚刚讲那个哆来咪，维基。维基百科里面的音高哈，这边就可以查得到哈。好，那另外再讲到一个叫做这声音的频率了哈。声音的频率。好，这边你看声音，好，维基百科这里点进来看，它这边会介绍到声音的频率，然后它会讲到一个范围，有没有？这里。蝙蝠它可以接收到的它的听觉的范围是在1000到12万，可是人只有在20到2万中间，所以如果你的频率太低你就会听不到，那如果频率太高你也会听不到，频率太低的叫做次音波，频率太高的叫做超音波，所以蝙蝠听得到的这个部分我们人听不到，所以它可以听到超音波，像狗
我们不是狗有一些那个管理狗的哨子吗？那个哨子吹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，因为我们人是听不到，但是狗听得到。好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叫超音波，人听不到就超音波，然后人在那个最低的范围下面人也听不到，叫次音波哈。所以他这边有想次声波啦，超音波啊，你就可以有啊大于人听得到的范围叫超音波啊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点这个声音在弄这个声音的时候，如果你低于20，比如说10好了，本来应该是听不到对不对？但是你会听得到我们这个好像有声音对不对？好，那其实哈不是因为你耳朵真的很好可以听到10以下哈，而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便宜的模组，它真的没有本事在那么大的范围里面去发声，好了解吗？好，这个一个才几十块而已，所以它真的没有办法发出超音波了哈。所以如果你给它5万。好，你现在听不到声音对不对？其实是我在想应该是它发不出来这个声音，而不是我们耳朵听不到这个声音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因为这便宜的模组大概没有那么那个能耐。好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声音大概的范围我们哪里可以听得到，还有你的哆雷咪要怎么查，这样知道吗？哆雷咪还记得哈，哆雷咪查什么？查音高，声音的高低，音高，然后那个范围查音频，声音查声音的频率 ，OK， 好，来查一查，然后试试看，看怎么样把它哆来咪弄出来，哈。